是什么把吴女士惹哭了？走开！你不爱我，你走开吧！良心被狗吃了。我们一会儿玩个游戏，妈妈要问你们几个问题，看看你们俩对对方到底有多了解。OK， 来吧。弟弟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？苹果。他啥都喜欢，他喜欢枪，喜欢包，喜欢什么什么什么。别说了，不然就不在一起了。弟弟最喜欢的动画人物是什么？奥特曼。反正他都喜欢，只要一看就忍不住。姐姐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？ I don't know。 姐姐最喜欢的动画片是什么？ I don't know。 你们俩可以叫做毫无默契。姐姐，你不知道自己喜欢动画片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喜欢的还不知道。那比如哪一个呢？他喜欢的男生人物就是不知道。妈妈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？巧克力。哦，是西瓜。妈妈好像也是一个三角草莓。弟弟答对了。我们家谁最爱赖床？你。我竟然无法反驳。谁唱歌最好听？嗓门大就唱歌好听吗？我们家谁最爱妈妈？都爱妈妈。小弟呢？我爸。你再说一遍。给我把这个孩子给我丢出去。良心被狗吃了。录不下去了。走开，你不爱我就走开吧。你爱爸妈吗？爱爸妈吗？为了你，我每天都在想，为了你，我人生疯狂。出一个小孩，全侠。